飞机板上哦，用 R2 射击 ，R 瞄准，这什么东西啊？他直接被滚死不行吗 ？Let's go，Let's go， 现在这么难瞄哦，要这样拨来拨去，好难哦，没有自动瞄准了，有没有？使用引爆炸药，哦，一切正常。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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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应该要不停的射，对不对？一个倒了，一个倒了，一个倒了！哦，倒了，倒了，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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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啊，没有自动瞄准，就这么辛苦哦！啊，没有自动瞄准，就这样哦！哦哦，哎，我发现没有自动瞄准，好难好难射哦，没有神之护体，好难射哦。会不会一下就掉下来了？要用榴弹是不是？哦，没有自动瞄准，有够难的，他妈的难啊！这样趴在上面，我觉得也不对啊。我要换手枪是不是？换枪，他不让我换枪哎，不能换枪哎，他妈的竟然不能换枪！什么鬼啦，这样超干的，给我 Yes Nick 引爆炸药，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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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呼呼，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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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哦，里面的爆了，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不要出来不要出来，巴布鲁，又要死了，又要 GG 了，又要 GG 了。哎 ，Nano， 呜，哎，哦，成功了！哇靠，怎么了？你们这些阳痿的东西，我们要自己开飞机了。他们自己爬上来了，哎呦呦 ，R1 可以加速，啊，加速加速加速，赶快飞赶快飞，呜，拉起 L 向下起飞，哦，起飞了，欸，哦，调整方向，哇哦，呜，我们没干掉他，欸，哎。哦，他还在，啊，收起起落架，哦哦，坠毁了，坠毁了，哦，我们坠机了啊，坠机事件，嗯，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啊，哦，开飞机还蛮好玩的，哦，要开飞机啊，嗯，哦，现在就是要绕嘛，让他摔下去，哎，欸，摔下去了，哇哦，不。哦，要坠机了，哦，要坠机了啦，操你妈的嘞，真的超难的，往上拉啦，先拉伸啦，好了，没有咯，掉下去了，失速，正在下降，我正在失速，哦，去找小罗啊，嗯，L 驾驶飞机，有有有有有。我正在飞行，好不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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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哎，小罗，你跑到哪里去了？飞行可改善飞行技巧。小罗，你飞到哪里了？哎，小罗，小罗被小罗抛弃了，小罗抛弃我了，小罗你抛弃我了，为什么？不要抛下我！喂，先抛下你。There we go. I told my contact to meet us just off the coast. 哦，失速了。我还不太会开飞机耶，老实讲，老实讲，飞机严重受损啊！我人老崔竟然还没死。哦，噔噔噔噔噔噔，
好啦，紧急爬升啦、啊、再下降，跟着飞机走。飞机没失速。There we go， 他掉下去了。小罗，不要再抛下我了。There's only two places this kind of hardware is gonna go. Gonna go up north to our Canadian cousins, where the lost were likely to be sending them. Or our neighbors, those in the south, our Mexican brethren. Yo， 我们在飞了哦！我现在要很专注啊，因为我觉得操纵飞机也不容易啊。哦，爬升一下。摇摇晃晃，摇摇晃晃。可以可以可以。原来不用一直按着按着 R1 哦 ，R2。哦，我干嘛一直按 R2？ 先爬升一下。他小罗又要抛下我了。呜、不，好难哦。啊，我们坠落海里了啦。不用按着 R1 嘛，对不对？ R2 啦，按 R1。我一直以为要一直按着 R2 才可以飞，才可以吹，才可以让飞机转，好像不是这样子。难怪都不会，难怪都会死。好啦，再来一次啊！我不会转飞机啊，现在会了。爬升，爬升。I told my contact to meet us just off the coast. 掉下去了，掉下去了。哦，我应该好好慢慢熟悉要怎么开飞机啊！第一次开飞机嘛，辛苦大家了。他的飞机不往上抬就会慢慢下降，是不是？喂。有了有了，这次好像开的比较稳一点哦，有没有？这次好像开的比较好。小罗，你为什么要带我开这种怪怪的地方啊？你就不能好好开吗？哦耶！小罗竟是要带我开这些怪怪的东西，哎，手把在震动了是怎样？遇到乱流了吗？飞过去，飞过去。喂，哦，雷通峡谷，我们开过去了。呜呼呼，有有有有，比较稳了，有比较稳了哦。我们紧跟着小罗，嗯，也哦，好像也哦，真的。军事禁航区，不要进入上空。要飞低一点哦，尽量飞低，避免被探测到。你认真的哦，我连飞在空中都有问题了，你叫我尽量飞低。哦，有啦有啦，我现在飞的超低的，好不好？嗯，再低下去就是要撞到水面了。哎呦，放出什么东西啊？空投，按叉叉空投。要为什么要空投？我按叉叉了。货已经送到了。You beat me to the airstrip, I'll butcher your carcass and wrap you in cheesecloth. 我们要什么？与小罗比谁先飞到飞机场？呜哦！我变潜水机了啦，潜水机了。小罗飞好高，对啊，他叫我尽量飞低，他要飞这么高。我马上变潜水机了。我现在跟他比谁先回去，是不是？不行了，我不能潜水吗？为什么我的飞机是那个可以在那个飞海上停泊的飞机不是有这种飞机吗？我先拉伸呐、啊，以免撞到啊、嗯！拉伸拉伸，比谁先回到小飞机场。就是要一定要我比他早飞回去才可以过关嘛！啊哈，训练有素哦！呜呼，我飞过军事基地是不是？
没在怕的啦。你一直都叫我飞低一点，飞低一点。Mexico， 毕竟你是呜哦，游下山，我们要飞过山脉了。我们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坠机啊？为什么？为什么？欸，起落架严重摧毁，所以不能朝这边飞哦。欸，不能朝这边飞吗？真莫名其妙。我觉得我跟着小罗好了，我跟着小罗不死，有空的时候超越他就好了。我干嘛那么辛苦？我跟着小罗飞啊。小罗在我前面。哎，为什么我老是要往这边飞？我不要，我不要。哦，沼泽低飞。哦，操控飞机好难哦。我刚刚飞三次错误的决定。他好像没有办法爬升那么多的。喂，我不要理你，我要飞过你，我要超前你，沿着河飞，沿着河飞就不会错了。要绕过山嘛，我刚才本来想超近路绝对会赢的，结果啊，爬升到一定的量他就让我死了。噔噔噔噔噔噔，机场就在前方。我好好的飞就好了，好好的飞到机场。All right， 有，正在慢慢飞飞飞飞飞。原来我们是来送货的哦。有 3D 晕眩症，我没有啊，所以我才可以继续开啊。有啦，我现在开得很稳，好不好？那个会飘是因为空中有乱流，好不好？不是我的问题。起落架是哪一个？我还不知道，我忘记起落架是哪一个了。哎呀，镜头对准跑道按圈圈，对准跑道按圈圈。我现在飞得比小罗还快嘛？跑道在哪里？那里就是跑道了。按起 L3 放下脚架，这个是跑架嘛？跑道。对起，按圈圈，按圈圈，要坠机了，哇，失败了，任务失败，飞机严重受损，啊，要再飞一次哦，啊，有没有人性？要再飞一次哦，我老天爷啊，你有没有人性呢、啊？你以为飞这个很快吗？哎，果然那个什么起落是最危险的啊，飞机起降是最危险的。好不容易啊，真的。好啦好啦，我现在飞机已经上手了，好不好？低飞低飞，以免被侦察到。真的是老崔要吐了，老崔不会吐了，老崔是神经病，为什么会吐？ Goodbye， 飞机飞飞飞，真的是，我这次飞得超顺的，可以爬山，我还是不要随便爬好了。Me wrong。我现在可以好好看一下字了，对不对？你也有离婚哦，小罗。我这次飞得稳多了啊，飞了稳多了。